我跟你说了啊，回头再说。好，行，那你先忙吧，咱们回见啊，加油，拜拜。拜拜。那个李梦给我打电话，问了我，怕担心我。嗯，行。 我的天哪，这什么情况啊！甜蜜，给我泡杯绿茶，奖励奖励我自己。哎，我也请个茶。甜蜜，来来来，沏茶呀！你爸不在那儿，这肯定是大伙喜欢你呗。叫你去，你就受累，跑一趟啊！冷静，甜蜜，甜蜜，给我加点水，快点！甜蜜，给我来瓶矿泉水。 给我冲一杯金骏眉，我说出去了。动作快点，甜蜜啊！泡绿茶的水不能太高啊，温度80度就可以了，要不茶没法喝了。哦，我要吃大面，水要满，料减半。哦，我要碗面，甜蜜，我那个面你别问太多了水啊，我要味浓点的。一个一个说，听谁的呀？真是的。秦叔，嗯，那个他们要沏茶泡面。 泡呗，只要付钱就行啊。那谁泡啊？谁气啊？你去吧，啊，正好我有点事，我出去一趟，好好干，啊。那我就照应一会儿。记住了，加水一定要加钱，啊，别忘了。嗯。那你一会儿回来吗？对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。那你。 谢谢，好，放放，一会儿你们拿来，谢谢，拿来，哎，好，你看看，这茶多快就上来了，真是三条，服务太周到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干啥呀？那个是水多的，水多了，哎，谢谢啊，甜甜，你看，哎呀，甜蜜啊，有你在。